家好，我叫齐峰，习练少林武术已经6年了。今天我要找师傅，我是香港少林武术文化研究中心的弟子，这是我儿子叫罗汉睡觉，是少林童子功。这个清楚一点。我现在要将师傅加入通讯录，尊重隐私啊。现在我要写讲解啊，就是我是谁。因为有字数的限制，所以我先删除我的名称，然后贴上我之前已经预先写好的，就是说我想跟师傅分享我在旅游景点表演的一些影片，那些比我之前传送的在家里训练的视频精彩多了，而且我是穿了武僧服。那些影片你可以在我的 YouTube 看到，在几个月前我就已经上传了。好，写好了传送交友邀请，非常开心，师傅答应了跟我做朋友了。然后我就传送了影片，然后我分享剃了头的照片，我穿了师傅在上课时穿的衣服，不知道有没有吓师傅一跳。我邀请师傅看我的朋友圈，原来师傅之前已经看了，非常高兴，有兴趣可以定格在这里看看我的朋友圈，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之前已经在 YouTube 分享了，影片叫做《少林武僧经典语录》，非常励志的哦。我特别想分享这个，眼神就代表你有没有好好的练，看我的眼神多厉害，哇哦！看仔细一点啊，这是我师傅的卡通版，每年跟师傅分享一次练武的阶段性成果。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，特别是我今次的成就比较大，我给予观众珍惜你所珍惜的人，珍惜你所珍惜的关系，一年联系一次也不错哦。